秀的挑战，王冠三回合会逃走，所以说我要在前面把技能先洗出来，对不对？前面的技能先 洗出来。哦，有点难洗耶，两只都 CD 一了。两只都 CD 一的话，一定要打死。感觉两只一起打我，我会死。这边应该可以洗一下。三千九。两只一起打应该不会死。哦，有点痛啊，有点疼。把那个水珠滤出来，不是水珠，我的心全部被消光光了，超扯，超扯，差不多啦。这边第四关再洗一回合就好了。好，准备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这样子，王冠爆发全开，试试看，全跳了。你说冰冻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冰六颗，冰六颗。跟我决斗吧！听说这只十亿血是不是？要八 C 是不是？指定回合后离开。OK。挤掉就好了。哎，天降一组暗珠，哎，又少转了一组那个五的，哎，还是过啊，34亿吗？应该是34亿啊。少转了，没有到最高倍率，又转两组五而已，还好啦。这个十亿的，这对很轻松，不用巴西啊，你把它状态挤掉就好啦。七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又不难，这还好吧。特定条件，这对基本上你按对放奥丁穷神，然后。艾德、快乐王子这组合一定随便都可以过10亿的，用北欧也可以啊，或者是用撒旦也是一定可以的啊。艾德换掉，应该也是可以过10亿啊。